是我们幼儿园孩子第一节课，所以我们在学习圆圈是什么，然后他们在画一些圆圈的画。Look at the alien eyes. They have a hole. Mama, we're bringing them. No, she said another day. Yeah, not an alien. 我是 Harrison, 我是宝宝，我一岁半，我出生在美国。你好，我叫 Elizabeth, 我三十岁，我是宝宝的妈妈。你好，我叫 Jack, 我四十岁。我是宝宝的爸爸。你好，我叫 Ken， 我五十岁，我是宝宝的奶奶。宝宝怎么了？宝宝哭了。宝宝为什么哭了？因为宝宝想喝奶。我不要。